现在是炒第二道菜是菜豆炒肉末。先把油锅烧起来。OK，现在就先下剁碎。肉去蒜泥，预备是，再把这个菜豆放下去。红萝卜丝也是放下去，一起煮。这样子一起煮，熟。放点调味料，调味料下了，再把它炒一下，把它摊开来，那个热气才会不要太熟。再煮一下，然后接下来放鸡蛋，给它煎一煎。
再给它煎一煎。哦，很香，它的香味出来了呗。行，给它煎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给它煎一煎。差不多也好，可以了，差不多。哇，香味四溢，很香。就这样好了咯。香喷喷的菜，哇，下饭是最好的喽。